英叔这两年混得不行，好不容易开班收徒，准备重振当日辉煌。怎料这些人资质平庸，就单说这大师兄干啥啥不行，还被师妹打得遍体鳞伤，更有甚者还想谋权篡位，然后美女坐怀。小英的桃木剑好不好用啊？就知道做梦，没学走就先跑，还想做师傅呢，整天上理论课。小伙子想经历实战，去看真正的鬼。专当马屁精的大师兄斥责小师弟没大没小，但却引起群情激愤，因为他没少抱怨。不过你总是说师傅收了这么多的学费没有学到什么。还有啊，你说师傅根本就没真本事，只会说大话。为了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水平，英叔带他们来到废弃场地，念了一大串道法以后，说这边的二楼有鬼，初出茅庐感觉新鲜。几人在走完27步以后却惊声尖叫，等镇定下来，哪来的鬼，倒是墙上有鬼的涂鸦。刚才还气势如虹的大男人现在怂了，让小师妹当垫背的。一听到尖叫，几人拔腿就跑，鬼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一个不小心这个鬼就露了馅儿。师妹步步紧逼，而师兄们早已四散而逃。到了楼下，小哥被追得气喘吁吁。英叔，你光是叫我装鬼啊，现在把我打得全身都疼，还做了五行。你说的那个价钱啊，双倍价钱，你辛苦了，谢谢谢谢。这群徒弟能扛得住吗？估计真遇上鬼，还要拖累英叔前进的步伐，搞不好还要救他们。回到公司，还没开张，营业大赚一笔，就迎来了催账的。原来公司已经欠了6个月的房租还没交，于是他们只能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把房子找好搬走。整得焦头烂额的英叔找到多年的好友，说自己也没地方下脚，于是对方领他到了一所独栋别墅。这里虽然看着豪华，但因为曾经发生命案而荒废已久。这正好英叔专业对口，当即拍板订了房子。临走之前，这个中介尿频尿急，想着上厕所，只好英叔让他憋着，因为这个地方有鬼不干净。男人听了英叔的话不屑一顾，看到马桶里有粑粑，他不是冲一冲，反而鬼使神差的弯下腰，等头塞进马桶，却被突然伸出来的手死死抓住，搞得满脸的屎，最后狼狈退场。为了有安生日子，英叔特地在别墅里里外外设下阵法，但楼里的大头鬼不乐意了，毕竟他们已经生活了上百年，对闯进来的人他都要捍卫主权。好像有点人味儿啊，谁这么大胆搬进了我的地盘？二人下了楼，大头鬼多少知道点什么，让老婆长毛鬼吓英叔，奈何老婆是扶不上墙的阿斗，一点威慑力都没有，只能自己亲自上场耍威风。真他妈没用，滚开！大头鬼用虎虎生威拳想打得英叔遍地开花，怎料却进不了身，那只能用铁头功，这整了半天就是动不了英叔半根毫毛。你把我胆都吓破了，扭头准备重磅出击，却被英叔一招击中倒地。为一雪前耻，大头鬼准备亮出真功夫，谁成想英叔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打得上天入地，一向都是他欺负别人的份儿，岂料现在却被打得没有招架之力，他瘫在床上气儿不顺，老婆长发鬼成了沙袋为自己解气，但心口的气无法平息，大头鬼让长发鬼用大铁锤锤自己的小胸口，只是这声音吵得英叔无法入睡，便要理论理论。老东西，你不声不响闯进我地盘，你老糊涂了，这算什么？我可没有想抄你的家，鬼大哥。趁着英叔客气，小伙也不知见好就收，反而爆出自己威震江湖的名号斩崩刀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就要讲道理。英叔告诉刀哥，人鬼一样都需要安静的环境，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希望能够和平共处，彼此各不打扰，但这做鬼的也要脸的，被教训的这么没颜面，就只能将老婆亚娟拉出来扛刀，这被打是夫妻乐趣，英叔看不过眼。你服不服啊？心服还是口服啊？口服。那就心不服了。心也服。心服就是口不服了。心服，口也服。你的声音像不服啊。哎，你太过分了。老东西，你不服啊，
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呀？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。我打我的老婆，亲戚还说有权管呢。我们非亲非故的，你能奈我什么何呀？下一秒他就知道惹错了人，宁叔当场认了亚娟为亲人，自己为他讨回公道，一个拳头就让刀哥四脚朝天。怎料这点力道在刀哥身上成了按摩，宁叔让他嘚瑟，当即在大铁锤上贴张符，让他知道什么是狼狈。刀哥成了地鼠，被英叔追在屁股后面打。服不服啊？我心服口服，连声音都服了。哼，还耍花枪？哎呦，你为什么还打我呀？你的样子不服啊？你看清楚我是谁啊？捉鬼大师，你现在马上给我走。我带这件衣服行不行啊？我说过马上。那让我带着我老婆走行不行啊？刀哥狼狈出逃，受气包亚娟还想夫唱妇随，英叔教他自立自强，这样的相公不要也罢。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嫁给他就应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难道就这么恩断义绝，恩将仇报，恩怨成仇？好了好了，你别再说了，他对你一点恩都没有，他只是天天在折磨你呀、啊！臭婆娘，你以为找到靠山了？走着瞧吧，我会回来找你的，把你碎尸万段。还有你呀、啊、老东西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他想着刀哥，奈何人家不在乎，最后还是英叔收留了他。没过两天，刀哥带着兄弟就来寻仇，英叔来者不拒，问这几人到底想怎样。怎料这几个小弟练得一身收缩功，将英叔小分队按得死死的。刀哥以为自己很行，开始嘚瑟了，表面为英叔端茶送水，却连着两次羞辱，这谁忍得了？2-0，你敢动我吗？反手就会把你打残了。好一个吹牛大王啊，现在跟以前不同了，你看看我的人马，还要不要再喝一杯啊？再给我来一杯。他还想再喝一杯。好，再一再二，不可再三再四。刀哥想故技重施，英叔一两下就让他毫无还手之力。我说过会把你打残了的，你们也是。几个徒弟看师傅已经开干，又有福在身庇佑，个个骁勇善战，把鬼小弟打得落荒而逃。成了瓮中之鳖的刀哥让徒弟几人对他做了四种预设，准备好好一雪前耻。谁成想亚娟出手阻止，众人以为他仍旧执迷不悟，想要与刀哥重修旧好，岂料他一个霹雳套装让男人措手不及。休了我，我不打。你不打是不是啊？哼，不打，保着你再打。刀哥迫于淫威，最后签下了休夫状。自那天以后，众徒弟精神振奋，再没人质疑英叔的业务能力，一群人行侠仗义，闯荡江湖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追鬼队。